这个是醒蛮好的，不快，十面的，十面啊，对。这是地基面膜，告诫店有五平吗？五平多，一直在这店没换过位置。我搁这块待了20多年了，自己做几年了？40年了吧。这是油酥，跟绿豆饼是亲兄弟啊，哥俩摆了年了吧？150来年了。这是白糖，盐不打馅儿，搁盐，打馅儿不搁盐，一半打馅儿，一半不打馅的。啊，你怎么分开的？哪有盐巴，哪也没盐巴？不打盐的这剂子小。您今年多大了？60了。经济真很好。不行了，老梗了一回，长心大了。这盖子，盖子不怕他妈妈还干吗？这是不包的，那就是不包馅儿的。这个是当早餐点心来吃的哈，这是糕点类的。过去我们家干糕点的。听你弟弟说，您家有一本祖传的秘籍，对，还没全部做出来，没全部做出来，都是祖先留下来的。红点子就是甜的、馅的。哎，对，这温度够的吧？200来度。这放上面要烤多久？1合钟。用电会不会更好？用电的烤出来不好吃，为嘛就叫传统的味儿呢？用电多省事儿啊，我也不用省炉子。是上面先烤再烤下面吗？啊，对。为什么要上面烤再下面再烤？烤完上下嘛，再烤两边嘛。这一个多少钱？一天做多少碗吗？做多少碗？做多少个？做个30-40个。今天基本上都是不卖了，今天做的这个基本上都是给别人订的，这今天订售就不多了。就一个人？我们两口子，我对象还没来了。你每天几点起来做？4点来钟。凌晨4点啊？嗯。孩子会学这个吗？他还没学了，现在这孩子们受不了这种酷。那个他上班多闷呀，天天坐办公室了，有空调有嘛的，我坐这多热。炉流火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？对，一点化学添加剂也没有，退放1个月，放1个月不会坏。哎，不会坏。这个是咸口味的，没包馅的，来试一下。外酥里嫩，里面暖暖的，咸鲜咸鲜的。当茶点啊，早餐还不错。你看这一层一层起酥，里面这个是油酥的，吃起来咸鲜咸鲜的。这种南方人吃这个绝对还不错。这个是豆沙馅的，哇，好酥香，甜的，豆沙绵沙沙的。更喜欢吃甜果味的。然后它这个和面是独门技术，不能拍的。它甜度有点甜。